我这个头发外面是黄的，里面是黑的，一个多月没剪就这么长了。新的一年要有新的发型，所以我来到了 Double Q 专业发型师 Vincent。 今天你又换了颜色，你是一个月一换。Vincent， 我新年应该剪什么头发？因为你说你不想要那些黄色的，对，我是想把黄色的剪掉，太短了不适合我，就慢慢剪吧。Okay. 很久都没吃早餐，现在日夜颠倒，生活变得很混乱。毕竟出门在外，没有家。才来，我都已经剪成这个样，新年新发，虽然最近会上海，突然变短了，有点不太习惯。T 恤是潮牌吗？不是，是那个很短，还可以，裤子也不错。对，就是我感觉这边长着长着，我两个月没剪，这边头发就往。这边长了，感觉是头发有点粗，对对对，需要打毛。虽然最近会上河里打电话，但是不代表我真的满意吗？我越来越像了，我看一下戴蒙的学生。嗯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先别穿。很多人想买你这件，上哪买？这件衣服啊？对啊。结果我是在 Barnes， 它不是快倒闭了吗？然后。在八年是快倒闭的时候，要是不倒闭你就不买了。对，那件衣服原价太贵了，然后我是在它打好像将近3折的情况下面买的这件，然后虽然这最后一件有点大，但这件好大。对，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我就买了。Kids， 这身不错，这裤子也不错，全白的 Air Jordan 1的一个鞋型，太帅了。这两条裤子是 Fear of God， 这是他们经典的设计，这两条吊带。裤子真好看，还有鞋子。Thank you。黑人穿反道沟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我头发好呆哦，这远一点。新年新发型，感觉怎么样？剪得有点短，好呆哦。那你后面是长的，就差新搭配。现在新年没什么新品要发售了，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比较大众的一些品牌。耐克啊，李维斯啊，或者是优衣库、Zara 这些平价穿搭，感觉好冷清啊！穿一只绿的，穿一只红的，红配绿。它是五个配色吧，然后是五大洲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我真不懂。它这个标签也没写，我要不要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问了你会买吗？我不会买，那你还问？这有点像 Fear of God， 没有低帮版本，没有哎，但是后面有个拉环。我下个星期会发一双 Dunk SB， 对，粉色的情人节配色的，情人节粉色的好像。啊、对对对对，好像是情人节的配色吧。现在实在是没有新款，都是一些老款。你对你的鞋子、裤子还算满意吗？我就是来见你，随便穿了一下，我也没有说特地怎么样去搭一下。这不是校服吗？我觉得配色还可以，然后它是用耐克的复古的，所以我觉得你的低帮版本。对啊，我这个穿了3年了。穿了你的校服？不是你看的吗？为什么？是我试的。感觉比较适合你。然后下面这样搭也可以，虽然有点普通，但是过年还是可以的，红红火火，这件挺酷的。为什么要有两个勾呢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件配色还行，然后背面有这种，哎，后面可以耶，刚才我没看到，有点像那种，居然被你拿出来的感觉。刚刚那是校园风，这个是什么风？这是潮流风。没有，这个我觉得配你的裤子比较好看，黑色的，然后背后比较好看。140，买它。你这什么码？感觉比我穿的还要好看。我买的 XL 最大。XL， 这衣服 oversize 还好看。有可能是你的裤子比较搭。对，这个颜色比较机车那种。哎呦，可以，酷啊！要不然我跟你买件一样的吧？买吗？买它。这里有1、2、3层楼，只有这一件衣服是我们看得上的。这个小人还挺有感觉，我喜欢。算了，不买了，我没有98。HM Zara 选 Zara 吧，最高还可以打3折。这些牛仔裤才19.99块，
19.99元，这么便宜，这些夹克才29元，我感觉这件还不错，搭配这个豹纹是一起的，我要把这个豹纹拿下来才行。哎，还是一起的。我这是在干嘛呢？Zara 的街头风还是有一股西班牙的风情味道。本来想看新年搭配喜气洋洋的，但结果看来看去都是看黑白搭配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还是个人喜欢吧，个人就喜欢这种颜色，没办法，只有黑白的比较好看一些。比较好看一些。很久都没吃早餐，现在日夜颠倒，生活变得很混乱。毕竟出门在外没有家温暖，想到这里我的鼻子竟然有点酸。想起我的老妈，虽然最近很少和你打电话，但是不代表我真的没想家，只是工作太忙，很少有闲暇。现在和你打电话，你就问是否谈了对象，是否。